程潇来吧。干嘛？我们俩聚一块儿不好吧？快点来吧，你快点，别废话了。烦。你们就拿下来，直接就我们这边认输，认输之后你们分我们35，好吧 ？OK。不是，先玩一下，先玩一下。前天底，世界级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如果有一艘在胡椒的船去埃及的亚历山大或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必有多少艘船来到赤铜港？看就完了，这没什么可以，你别捂，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事，只有35。这怎么能看到啊？那个啊，这次我们不能输，不能让他们老把我们当软柿子捏。哎呀，我看看。我操！你这样该让我看了吧？你是赖皮，好难啊，换人玩。咱俩啊，和平共处一点，我给你看。你太糟了！哎，本色，哇！厉害了，永远不要相信女人啊，你这个人呢、啊、妈妈说的没错，真的越漂亮的女人，他们抓我们35啊。红队已经获胜了，不能平分。哇，这也太无语了，我们太穷了。哇，他们要给我们35啊，他们要给我们35啊。我们才200块，如果下一轮你们赢了我们就不分，如果你们输了我们再分。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嗯，我们现在要在这等谁？我跟你玩，哥。玩赢了可不可以赚100？玩赢了你给我100，玩输了500都给你。哎呦，有500了。啊，500了。玩输了都给你。你代表他们三个吗？可以吗？玩赢他给我100，我要输了给他500。疯了。光光呢，他是属于特别虎一人，动不动会拿着500换人家100。我觉得我是善良的狼。善良的狼那是哈士奇。那不是了，善战的狼。你放心，我跟他肯定输不了。他是规矩的缔造者，你挑战他，你疯了。你挑战导演，你疯了，你好像。你把他踢了，以后不能让他管钱。我们要收回这个金钱权利。今天开始，你是最后一次管钱。你放心，我跟他肯定输不了。来不来？来吧，来。哇，燃起来了！哥哥，500，孤注一掷，加油！天哪，这么认真吗？为了节目效果，没办法，多拼。天哪，哥，我们挺你。这怎么和导演比上了？跟导演干上了，哥。我们现有快60岁了。哎，没有，谁说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夏之光。来。关于超越，我来展开说说。小小合影，轻松拿捏。风格随心，无论怎样都好看。加点 AI 的魔法，随意量鼻也能生花。解锁高端玩法，进阶高能玩家。这些就是杨超越的超越。路上处处有惊喜，杜小满更有性价比。本节目由越用越实惠的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准备，3、2、1。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叫什么？还是怎么这样啊？
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帅！不可能吧？这就你了！我为什么敢找他，就是因为我知道是游戏的导演肯定不是他，他就是坐在那看，所以就我肯定选他。是的，我没有碰你的感觉不止60了。我觉得这样，导演就说这一局算你们赢，我们这边导演这边100先选一个人出来啊，再选一个，把你替掉。对，跟你们来一个终极决战，因为我们两个好像实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导演组玩这个玩的最好的是谁？加油！加油！一局定胜负啊！宋时，我国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哎，好。哎，好。哎，好。老手。哎呦。这绳不会崩开弹脸上吧？有来有回的啊！导演组的手已经触碰了我方蓝方的身体了啊！是他来找我的。你再有一次，袭胸，袭胸，没有，没有，袭胸，缓缓而已。快点！哎呦！哎呦！哎呦！顶级拉扯、哎、双方现在战况都很焦灼，先把那个头帘打开。58个，58，对对，答对了，200块，对的，我们又成功了。派你们最强的来，我们还可以再刷。派你们最强的来，还有谁？小田他们组就是一个疯狂的赚钱组，印钞机。夏之光他们在这创业做生意赚钱呢，不过他们钱不够也可以不用那么费劲，可以找杜小满呀，又快又方便，资金周转不是事儿。以后钱就在你家这儿花。你刚才不这么说的，是我冒昧了。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仨都已成万元户了吧？500块啊？500块？500啊？他们有500块。不是你得跟他们 PK 一下，我不相信他们仨里头任何挑出一个你干不过他们，单挑。哥把身家都压在你身上啊，200块钱全压。输了咋办？零零，跟他们干一把，就干一把，可以。沙哥，你们有多少钱现在？200，敢不敢跟我们搏一把？我们700，你们200。哎呦！你们都有700的，这样，你们赢了，我们的200你们拿走。哎，你们输了，你们从700里拿出500给我们，拿出500给我们。那不行，那为啥呀？不是你算这个账，我是200倾家荡产啊，输了，等于零啊。你是 all in 是吧？对啊 ，all in。你不，他是200换300。200换300，你是不是有病？你们输了，你们还剩300呢，我们输了是零啊。200换200，200换400，200，只能是200。钱在我这儿，钱在我这儿，我不 OK。好，那我们走了。你看，我们金主爸爸说不同意。上，200换200，上。就我这个体格，咱们能50玩50的吗？你大方点儿，你都700块钱了。75，不能再多了。不，100、200、100嘛，100一把，100换100。好，加油啊！好了，我开始要公布题目了。中国 T 风靡欧洲一茬篮球。你说清楚点啊！你说，不，你们别听问题了，直接看。等一下，它源自中国闽南方言。今天哪种外语茶的发音仍然跟闽南语茶很像？英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缅甸语、土耳其语、缅甸语、英语、德语、法语。
谁喊的？谁喊的法语？何语喊的法语。我差点就说何语了。拿一百，拿一百，不服再怎么来。我们服了，再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跟何宇再来一把，再给一百，再给一百，什么再给一百，再给一百，好不容易挑战导演组拿了两百，又再给你们一百，再给一百，再给一百，我们像要饭的哥，再给一百，再给一百，再给一百，咱赢的，要什么饭，咱又靠实力赢的，你们俩服不服？再来一把。来我来我来，一百啊，一百一百，他要把那一百赢回去是吗？他要赢回来。好，准备哦，我要开始发布题目了。长海生中万国殇。不是，你让嘉瑞说，你让嘉瑞说。对对，姐姐。来，你跟我说哪个题？这个题。OK， 来，长海生中万国殇，盛时泉州。市井十州人，大批外国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这个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此时，他被西方航海家称赞为什么？什么玩意儿？被称之为，哇，真的很难，你们俩加油。王哥蒙，丝绸之路，啊不是，这个确实好像有点难。就给你们俩提醒是，泉州是一个什么的港口？海丝港口，贸易出口。你们现在开始不看了？看呀，看了。